香油。向妈祖上香禀告要带他出航，全台历史最悠久的澎湖天后宫上午启程，搭着船要回到娘家中国泉州的天后宫会香。信徒们挤满庙里，恭敬地捧着神像，浩浩荡荡地走到马公港。坐渡轮这是非常慢，而且风景华硕，比以前都高一点。我们建议这些船只已经不清楚了。虽然飘着毛毛雨，但不影响大家的心情。信徒们开心地合照，因为上次澎湖天后宫妈祖用直航的方式回到泉州，已经是17年前。那么第一次呢是2002年的时候。那么17年以后呢，又带他这个妈祖去那边。17年前的宗教直航，也是由当时的县长赖峰伟带领200多位信众前往。这次他们搭乘云豹轮到泉州参访，1连4天。而6号，泉州天后宫、石狮寿昌宫、霞州天后宫等泉州当地的信徒，也会搭船来澎湖回访，替推动两地观光跨出第一步。